มันจะมีกับขี้ช้างกับขี้ควายก็有两种哈，一个是在大象的粪跟水牛的粪下面，一般人的话不知道说这个可以吃，对，你不能乱吃啊，这吃了有可能就那，那这两种是可以，你确定这是可以吃的吗？กินได้ครับอันนี้มันเมาแน่นอน，อันนี้คือเมาปุ๊บเมจิกมาชื่อไง？醉，醉，装。你真的想吃啊？啊，你逮条，你抓在。壮阳哎。OK OK。哎呦，大哥，你会不会太冲太杀了点？有些野生菇类可以食用，这相信大家都知道。但大部分不都是生长在地上或是树木上吗？随便摘大便上的野菇来吃，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搞不好会中毒呢。长得很像蘑菇，你们吃这个吧。ส่วนมากเขาจะไม่มีใครรู้จักหรอกอันนี้แพงมากเลย6,000บาทนะ一公斤$150哇哦，一公斤6,000块，150块美金啊！世界第一条。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大便。这一次开场，我们就特别要找到大便才能开场。为什么？因为这一次象的大便跟我们这一次要找东西息息相关。听说台北这边清迈当地人呐，原住民很厉害，他们一定要找到大便才能吃。到底要找到什么样的大便？应该就大象大便啦，不然就是山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大便。他们要的东西就是要那个大便，然后可以怎么吃它呢？还不知道，反正我们等一下会有达人带我们去找大便。喂，开什么玩笑啊？啊，人是吃苦当作咧吃饱，啊，咱是吃屎当作咧吃菜哦。啊，再说台北人你是吃肉修营你，明明这里天然资源这么丰富，有什么理由非找大便不可呢？啊，哦，难不成这里的大便还能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对，我听说你们这边都会专门去找这个大便来吃，是不是？哦，是啊，是气枪 magic mushroom， 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不是吃大便，要什么样的大便？那边吗？大象的，对，大象的 elephant， yeah， 旁边就有大象啊，这边最多的就是大象，所以只要找大象的大便就可以。这下面买的都是大便是？菜篮里。对。这是下面的是大象粪。你们看到上面，好可怕哦！你乖，你乖。它这边好多这种香菇哦。我翻吧，简单的记录。现在带你来的话，就是叫你来看这个白色这个香菇。这个是你们养在这边吗？哎呀，你他妈吃，没办法养殖的。啊，你把哪个壳拿到你先吗？大便，大便跟草。大便啊，好利奇诺。好认真，好认真哦。好利奇诺，好认真哦，爱诺。好利奇诺，好不好 ？Very natural。原来大哥找的是这些长在象粪上的白菇，所以如果是太新鲜的大便，还不一定找得到呢。只是说也奇怪吼，有些野生菇类可以食用，这相信大家都知道。但大部分不都是生长在地上或是树木上吗？随便摘大便上的野菇来吃，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搞不好会中毒呢。长得很像蘑菇，你们吃这个吧。ส่วนมากเขาจะไม่มีใครรู้จักหรอกอันนี้แพงมากเลย6,000บาทนะ一公斤$150哇哦，一公斤6,000块，150块美金啊！所以它只会生长在这种大便上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能吃还不能吃？说明这有毒啊！มันจะมีกับขี้ช้างกับขี้ควาย，这有两种哈，一个是在大象的粪水牛的粪下面，一般人的话不知道说这个可以吃，对，你不能乱吃啊，这吃了有可能就那，那这两种是可以，你确定这是可以吃的吗？กินได้ครับอันนี้มันเมาแน่นอน，อันนี้คือเมาปุ๊บเมจิกมาชื่อไง？醉，醉，装，你真的想吃啊？啊，你逮条，你抓在。壮阳哎 ，OK OK。
哎呦，大哥，你会不会太冲太杀了点啊？如果照这样看来，这种白菇应该也含有微量的毒素吧？你这么贸然的整根吃下去，真的不会有事吗？其实拿出来一下子，很快就干了，没有什么大便的味道，没什么特殊味道，好奇妙的触感哦。这个，你看这样摸起来哦，也不光滑，涩涩的，有没有？涩涩粗粗的。它不是一颗一颗粗粗的那种感觉，它比较接近美式的那种蘑菇，它里面的这个有没有扇这个褶，蘑菇的这个褶子非常明显。要不是这种白菇长在相分上，看看它洁白朴实的外表，跟咱们印象中毒菇那种鲜艳奇特的颜色完全不同，应该很容易被误食才对。不过听大哥说，倒是很多台北原住民会将这种白菇当成镇定剂使用，据说只要泡茶喝或是炒蛋一起吃，就会有效果。现在这个蘑菇呢，已经洗干净，然后剪开了。好，然后。抓一点丢进去，里面已经有放这个茶包了哈，它这个就只是水而已，什么都没有。好了，还是它因为蘑菇放比较多，所以还是有那个香菇的那个一个味道在。我觉得它这个茶包是拿来压那个味道用的。那 after 那边 20 minutes 他已经在 party 上面。You are already in party. No, I'm okay. 你看他，你细细的偷拍他，看他的眼神。啊，嘿嘿嘿嘿。You want dance, right? I'm okay. You not okay. You are not only okay. You are great. Because you are strong. You are strong. And you are very handsome.You are very handsome. 哎，我还没。千万别哭。啊 ，You are 告白。啊，抓在啊，跟我们的千燕告白，千燕赶快。千燕。哇，旁边演的，旁边演的。哈哈，拍谁啦？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看看大哥的反应这么明显，实在让小刚我不敢轻易尝试啊。毕竟出门在外嘛，啊，很多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而且如果只是为了要嗨，随便尝试有毒菇类，也许轻则拉肚子，重则可能连小命都会丢掉，那岂不是太得不偿失了吗？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抽奖送好礼活动。